今天分享一道颜值又高又好喝的紫薯黄豆杏仁露。紫薯去皮切块，把紫薯、杏仁、冰糖、黄豆与水倒入破壁机内，选择豆浆键启动运行，运行结束后倒入杯内，撒上燕麦即可享用，简单上手，还能补充膳食纤维与植物蛋白，快用破壁机做起来吧！